感觉很凶猛的样子。哦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速播搞笑视频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养了20天的玄凤鹦鹉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只鹦鹉目前正在进行它的拆家计划。我正在目睹它拆泡沫箱的全过程，它一点惭愧的感觉都没有，拆的是多么的理直气壮呀！甚至我伸手过去，它还能立即还击，感觉很凶猛的样子。可惜的是，它的杀伤力为零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它不会真正的咬你，只是在蹭你。各位不要误会，说这只鹦鹉很凶，它也有可爱的一面，那就是它十分爱干净，经常梳理自己的羽毛，而且膨胀起来就像现在这样，像一只肥胖的小企鹅，非常的滑稽。当你跟它建立了信任之后，它在梳理毛的时候，你轻轻摸它，它最多偷瞄你两下，然后你一放开，它又会自己梳起来了。就是它完全不会怕你。其实吧，小鹦鹉是很聪明的小动物，只要你有耐心多陪伴，都能养出一只听话的小鹦鹉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关注哟。